哦，你看又给一个我。Hello, hello,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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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哇，多小孩子啊 ！Hello, hello, hello， 看 YouTube 啊，到时候看 YouTube 啊，有看 YouTube 的吗？你们？我 YouTube 拍很多了，都拍很多，很多 camping 啊，好靓啊，啲塘车。啊。靓啊。就行咯。入边都执到靓靓。哦，系啊。但係我都爬得落呢度少啲喎。係啊，少爬，即刻你爬你就知道噶啦。係。拿多一個，來來來，我兩片小一點。來，我幫你拍照拍照，這個是 Facebook 的。來，吃兩個。YouTube YouTube， 我上 YouTube。YouTube YouTube。他早上去了，要一包买了，要一包买了，他上礼拜一包回来，一包买了，那个很大力啊，吃了吃了，吃了吃了，哦，吃了，哦，吃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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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对啊，搬我们的东西而已，我们不是帮你搬东西的。有啦，有一个带你那天，嗯，我跟你们讲了一个，这么多啊，你刚才又给我一个两个了，哎，该几个来吃呀，这个该几个，好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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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真的好吃。天黑之前啊，其实我们可以要搭好帐篷。对对对，上到这我们晚上就搭好了。小时上也不用你四个小时上。晚上可能会下雨啊，晚上我们肯定要赶快搭帐篷啊。晚上会下雨啊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你看那个云，有可能的。准备啊，太阳。啊，因为上次他想有下雨，我们来到一个雨，一滴雨都没有。哦，也是没有云，没有云海看。有雨就有云海看哦，会风景更美哦。啊。要下雨了，其实前一天要下雨。叫我们 Mr. Lai 啊，草民草民，好，就看我们的 YouTube， 我们 YouTube 后面那个也衣服啊，我们的网站跟 YouTube 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网站 YouTube。等下跟妈咪换一下喽，轮流换一下。OK OK， 可以走了。OK， 走走走，出发先，这么短，你们先走。来来来，我先走。叫阿勇啊，网上没有 WiFi 的，不能上 Facebook 的 ，OK。可以打电话的，有线的。哦，可以啊。可以可以可以。然后每个人看到摩托。再有两包哎。哦，我讲不要，还是两包。呀，太晒了吧！这个太阳为什么突然间这样？去。突然间很晒哦。哎，可以拍影子来。没有拿上来哦。还没拿上来哦。我这边有。快点他们。是。不要紧啦，反正会下雨的，等我上。啊，然后你要坐这边看月亮吗？他怎样这里都有云彩出来，不然我们爬到山野他拿过来。你们这是两个人还是三个人？就两个人。有什么问题？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可以问呐。来，阿勇，拖鞋要进去。怎么不会阿勇？哈哥咪。你让他下雨啊。有两件这样。下雨的话，这个要包起来啊！我要包，我有那个在那边，那就要包起来。哦，对。啊，教你们了哈。OK OK OK， 上面绑上啊，稳一点的。上面绑，好不好？喂，那个讲师去哪里了？在上面，那边。他有什么位置啊？找风水位啊？他讲不要吵到我们了，他讲的。睡觉的时候很大声的。喂，你有两位啊？这里风水最漂亮，都没有晒太阳。要把遮阳别了。哦，拿另外双腿。好，跟住这个防水，这个好没问题。这个在地下没？哎，这个铺地下先啦。铺地下一定可以，唔系入水嘅，唔出嚟。我们水冲凉嘅。哎，抹身啫，冇水冲凉啊。冇水冲凉啊？你话冲凉下边嗰度有缸嘅嗰度。我行过咧，下边有大缸啊，呢度嗰度啲水好靓啊，仲山水。落到去冲凉，上开嚟又出而家身寒咯。冇变啊！我不如冇冲。系啊，你出得翻嚟咁啊？哦，系啊。呢个你识开冇？呢个啊？好啦，好耐冇玩开喎。一掹开就得噶。
我要穿拖鞋。哎，我的东西呢？OK， 来凯丽，来帮我拍呢，用你的，来你先给我们。那你晚上人家讲你家。爸，等一下，先帮我拿。我不要拖鞋子啊！是啦，他有两罐来的嘛，笑了。是什么？来来，一个吧，大力一点，来一个吧。啊！哇，你看几栋小孩子帮你配色。哇，也不是小孩子。特别妙啊，双面的。哦。让我们弄好一点来啊。穿那个肉啊，这样子穿。弄不好，弄不好那是你们自己的。肉才要。穿好穿。坐。刚才容易穿的，他们没有来。常坐，看人家常坐。我们还容易坐得到。啊，导演。嗯 ，OK 啊。OK 啊。哇，差不多了啊。差不多了啊。可以放了。给你工资啊。哈哈哈哈哈。牛肉。哇，我拍的有点多。可以了。最容易啦，穿就穿掉。啊，跟我一来就跟我讲啊。Yes。对呀。很飞的，你看到老公，你看到了，看到了。哦，太晕了。他的去年生日的礼物。来了，好吃吗？你吃了什么最好吃？你刚刚不是吗？没有老师，来哦。不懂几时了，在固执。来，谁没有试过这种菜的？谢谢你啊。好吧。哇。没有没有吃到不好吃的豆啊，全部人都没有。我跪倒，我跪倒啊！我没有做，我很久没有做啊。你很久。导演一个人坐在边边，在做什么？真的享受人生活了。一个人生，思考人生。前面一大堆人，然后导演一个人坐这边。哦。牛肉啊，可以了。对啊。哎，我们没有水，这边。我肉煮好。哪里？哪里？我们找好的，我是老顾客。今天有一点云海看啊。那边银海。你是乐乐，你是谁？我是凯盛。凯盛，哇，哇，两只棍啊，你们两个。我要找更多棍。哪下山了、啊？他们要五六只。那么多只啊？嗯。我叫我砍你啊。Okay.
今天昨天晚上没有下雨，但是很多雾水，很多雾水湿湿的，地下都是湿湿的，帐篷都是湿湿的，所以今天外面有一点云海，一点点云海啊，人眼那边比较多。吃早餐了，现在吃早餐，准备要下山了，太阳很猛了啊。嗯，那个污水，你看昨天晚上湿湿的，虽然是没有下雨，但是湿湿的，湿湿的。江沙著名的，江沙著名的，沙发啊，据说是用米来做的它的粉啊。江沙最出名的拉萨啊，今天来吃是、啊那个啊，江多江多，最出名的江沙最出名的拉萨，江多不错，看起来卖相不错。你没有买糯米啊？也挺好吃。嗯，这个是别色的。这个是石碑寺，石碑寺，你看有蛋包就是，蛋包的，普通的，不错不错，很香很香，这两个，哇，萤火虫天呢，一冷一热，是。这个是拉萨国人板筋，他应该是拿拉萨面去炒了，然后再放那个拉萨汤，好吃，这个最好吃，好吃好吃，我给我吃一半了 ，OK。好啦，吃到，啊，嚼了嚼，一听就啊，不好吃啊。应该吃到很饱，我这个面很粗，而且饱足感。